看大哥这气色不好。哎呦，好好好，这里连点油饭了。哎，叶大爷，叶大爷，八个人，叶大爷，还饭了？胡说啊！是八个人，叶大爷。胡说，前天还是五个人呢，今天进来一个人就八个人了。没有，进来三个又。到底几个人？叶大爷，六个，六个，六个，叶大爷。你想吃饭了？哎，叶大爷多给一个吧，六个吃不饱啊。你想吃啥？给你龙虾吃。六个，多给一个吧，这大爷。行了，见见你，多给一个吧，多给一个吧。这么多事好吃的，好事多。哎，好嘞，这给。走，打菜来。哎，好嘞。坐，着什么急？着急了。你肚里那么厚，有人饿了。哎，接我。嗯，两个。等我啊，大爷啊，快点！哎，好嘞，三个，来，姐姐，好吧。什么油啊？四个，好嘞。油，他妈的，油，五个，多少他妈的傻子给贪污了？快进来！啊，等我啊，大爷，有傻子，这喂里头嘞，都喂都干啥？吃的不错，多给点儿。给什么？给傻子吃这么多干嘛？给点儿出去。大爷有咸菜吗？给点吧，大爷，给大爷。啊，行，给你两块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给这个吧，好嘞，谢谢大爷，谢谢你啊，肚里有油水，谢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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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坐这儿，大哥，你去那儿，你在那儿干嘛？我头呢，这我给你，那弟弟，哎，给，你们仨把这块儿我分了，哎，好，谢谢，这块儿吧，来。我知道您爱你，你能挡我呀，三哥？我知道您爱吃土豆。哎哎，这还有啥？这还有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还有吃吧？啊，行了。拿拿拿拿拿，吃了。给傻子呢？傻子。我的窝头啊！大哥，哪个是我的？啊，给他个整子吧，把那给傻子。傻子给窝头，傻子有菜。窝头。再来点这就行了。给咱吃那么多的，缺盘菜啊，傻子有了，快吃吧，行了，吃吧，半个，吃一个，这吃的不错，嗯。别问啥了，别问啥了，我还没说呢。二哥，您坐，二哥。什么玩意儿？他妈那会儿没尝。你爸喝的。来。哎呦，真棒！行了啊，别过来了啊！哎呦，拿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再来点。哎，活的呢？去吧，这什么？去吧，去吧。来，弟弟，哎，再让我坐。活的呢？哎，你嚷什么呢？你是不是？妈了呀！是不是？哎呀，你，你这平常怎么回事？吃点饭怎么那么热？浪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不许叫了啊！好，浪费，一点不想让我看。哎呀，没吃吧？吃完了再说啊！这大款能吃这年？你问问他能吃这年？对呢，这个好几天没吃了。哎呀，祝您昨天。点点方便面，我还喝点汤来着。这菜里喝汤了今天啊，下次喝汤。他巧巧喝，偷喝的。这点咸菜不行，这菜里没有咸味儿。越来越菜。那会儿没跟你说，都他妈的说让贪污了。但是给我点咸菜行吗？一，哦，这个啊，好嘞，我走。
给那傻子，嗯，就在这现在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再给他们告上，是吧？哎哎，给点，谢二哥，谢二哥，哎，谢二哥，谢二哥，哎，他妈的，看看这么好东西，吃不？对，想吃吗？啊，吃吗？走吧。你想吃不？我问你，为什么问我？我当然想吃了。咋这么多？我多。那个，能吃方便面吗？我吃一袋。操他老婆！这个他妈的都不给挑一挑。我吃半袋。哥，嗯，傻子是不是冤枉？看你人挺老实的呀。哟，他老实，啊、他冤枉、啊。你吃了什么呀？他不要了。告诉你啊，这小子长了毛比猴都精。人家四进宫了，19岁就以梦奸罪进来。梦奸罪，梦奸罪你不知道的？说嘿呦，说我告诉你 啊，这小子19岁的时候做了一梦，梦里给人小姑娘操了。嘿，完了之后呢，他睡醒了觉之后，满处这胡说八道的，那小姑娘知道了，嘿，听到这事儿，人哭着喊着要自杀呀，结果给他告了，劳教3年呢。哎，估计就是冤枉。什么冤枉？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？他在外边留大胡子，嘿，说他妈自己是导演。啊啊！你甭听他瞎胡说啊！我就说我是导演，这4-5个小姑娘钻我被窝里去了。嘿，现在真正的导演啊，这会儿小男孩儿，我操，太傻了！李男人。